狂逼整咁即系上台，跟住就。11月7日，动作巨星成龙、资深艺人汪明荃及王祖蓝等人在尖沙咀香格里拉酒店出席川港两地影视文化交流日港专技商协会座谈会。此次大会，两地双方将签署川港电影产业合作备忘录，共同搭建电影合作平台，推进电影项目合作，加强电影人才培养。作为嘉宾之一的王祖蓝在受访时就对某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做了简要说明。今日主要是四川省啦，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内协会在这里，所以就邀请我们，希望我们香港人的制作团队无论是电影定电视就是可以去帮他们拍多些电影和电视的节目，去就是宣扬一下四川省这样。王祖蓝又指，日后将会到北京等比较多香港电影人工作的地方进行交流，并已提交有关工作权益的文件至相关部门审核，其中就有关于香港工作人员割免在境外人员范围以内的文件。即系从此，我哋嘅演艺人都唔纳入一个限额里边啦。咁而家个咨询文件亦都回应咗嘅。咁嚟紧系会话，无论系电影同埋电视，幕前幕后，我哋都咨询紧，系希望唔好纳入呢、个境外人士嘅限额里边咯。系啦，咁而家系咨询嘅阶段，我哋都表达咗我哋嘅意见噶啦。非凡娱乐香港报道。